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最后一段，上方坚固慧菩萨寄送第二首看起，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佛以大悲心普观诸众生，见在三有中轮回受众苦，唯除正等觉具得尊导师，一切诸天人无能救护者。我们先学习这两首啊，这个第一首偈是说观机啊，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呢跟我们提示，二三四五这四首偈别是悲相啊，也就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形象啊，就是慈悲的样子。第一首呢讲观机，即是机感，就是设法界的众生。那通常我们在这个句子里面呢会加个有缘啊，设法界有缘众生啊，为什么呢？学佛的同学大多数都知道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跟佛没有缘的。什么叫没有缘呢？他不相信，他听不懂，他看不明了，他不能接受啊，这个就属于无缘。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跟佛没有缘啊，这个在华严里面说得很清楚，说得很透彻啊。那不相信的，不能接受的也有缘吗？有，只要是众生就有缘啊。我们首先要把众生这两个字说清楚啊，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你看这个意思多广啊！缘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条件，众缘是很多条件，不是个单纯的啊，许许多多条件之下了，它才能够升起
啊，这叫中原合合。啊，像我们居住在此地这栋房子，这栋房子也叫众生。啊，为什么呢？它也是中原合合的。啊，若不是众缘和合，这个房子就不能够升起，啊，这个现象就不能升起。所以众生呢，广义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既然我们找不出不是众缘合合生的啊，不是缘生法，这在佛法叫缘生法啊，只有法性，法性不是众缘合合生的啊，现象呢都是众缘合合而生的啊，凡是合合而生的他就没有自信，就他没有自体啊。哎，你说我们这个房子，房子什么是他的体啊？他基本他要靠土地，土地不是房子的本体啊，他要靠许许多多建筑材料啊，钢筋水泥，钢筋水泥也不是它的本体啊，砖头瓦块啊，这些呢合合起来，哎，依照这个图样啊，把它排列起来，房子的现象出生了啊，所以一切众缘合合而生的叫无自性，就是没有自体啊，这些东西聚集，哎，它相就现前了，散开来它相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相啊是假相，不是真相啊，这个相本来没有，有是暂时有啊，终归要消失啊，所以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妄，就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所有一切现象啊，都是众缘合合而生起的啊。无自性啊，就他没有自体啊。所以佛说，毕竟空不可得。那然后再看看我们身体，身体也是众缘合合的啊。照现在的这个分析啊，我们外面眼耳鼻舌身这外头样子，里面五脏六腑啊，众缘合合啊。佛家常讲呢，四大无因的。众缘合合啊，四大无因，四大无因聚集的时候，人的相现前了，分散之后这个相就消失了啊，所以这个相是假相，也不是真相啊。真相在物质上讲是地水火风，其实地水火风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啊。现在科学家说了啊，一切这个现象啊，把它分析啊，它变成分子啊，分子再分析
就变成原子，变成电子，最后讲到基本粒子，不能再分了。而基本粒子，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它聚集而持续出现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科学术语里面讲，啊，这个种种原子、电子、分子不相同，那是它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啊，实际上呢，基本粒子是相同的，啊，是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啊，那么佛法的是也是这个说法。啊，所以现象啊都是假的。啊，那个基本粒子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从心想生啊。啊，物质现象啊是从念头生的。念头为什么会出现物质现象？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是自性本具的，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啊，所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物质现象，具足精神现象。啊，这个具足真的，好像我们万花筒里面的碎片，具足的碎片。啊，宇宙之间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什么呢？就是你动了，转动了，转动这些碎片就成千变万化。就这些基本粒子，它就在那组合，啊，组合成了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它组合这么有规律，不可思议呀！啊，那为什么？那是心得。啊，佛告诉我们，叫法而如是啊，在一切法的心得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随顺。啊，特别是讲修学，啊，修学实在讲就是生活，啊，生活要过得幸福，要过得快乐，啊，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一定要随顺自心，啊，它就会很圆满。我们常讲的真善美慧呀，啊，就像万花筒转，你怎么转？你看里面图案千变万化，它都非常美。啊，我们用“真善美慧”四个字来形容它，不过分呐。啊，要这样的人生呢。如果你是违背了这个法则，啊，它也产生变化，啊，那个变化呢，就变得很难看了，变形了，变直了，就是我们这个万花筒破损了，啊，出了毛病了，啊，会产生这种现象。啊，所以华严经的修行，啊，就是修行方法，贤首过思给我们讲的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
你看他里面讲的啊，讲的信德啊，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啊，这个德了他讲了四条，这个德相是无量无边的，归纳为四大类，这就重要了。第一个就是随缘妙用啊，那个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幸福美满的人生，妙啊，随缘就妙啊。啊，表现无论是在内是在外，有则，则是原则，它有原则，它一点都不乱啊。这也可以当作直序来讲，有条不紊呐。千变万化啊，有条不紊啊。那我们怎么随顺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心得相应啊。这个四条啊，你看第三是如火制止，第四待众生苦啊，实际上的这四条啊，只有三条，前面三条是真的，后面三条是愿，后面最后一条是愿佛法化身。在印度传到中国来才2000年，2000年之前，中国虽然没有佛法，这个地区的中国人生活在此地决定不止2000年了。啊，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怎么样呢？哎，中国人也随顺心得啊，读中国的古时候的典籍就知道了，好像古时候人呢很容易随顺心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什么原因呢？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不动的。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古时候的人确实人少。啊，你看中国，在抗战时期我们常常挂在口边上啊，是40000000同胞啊。而实际上有人曾经调查，中国没有4亿人，只有3亿1000万。那么现在10几亿了。这个十几亿怎么来的啊？也不过就是60年吧。中国人讲一甲子，一甲子从3亿1000万繁衍成现在所讲13亿。越往古时候去，人越少，
啊，满清这个时候之前，明朝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口大概不到2亿人。啊，那我们就想到唐朝那个时候啊，顶多不过是1亿人。啊，越往前面走呢，就越少，人口少。大家心是定的，啊，没有什么增值嘛，土地面积很大嘛，社会诱惑的程度很弱，于是人心是定的。又何况中国老祖宗啊，这至少说到5000年啊，实际上我们想象当中是决定不止5000年，连5万年都不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啊，人心定，定生慧也。抗战之前，中国的社会虽然也在动乱之中，啊，军阀割据，对日本的抗战。在没有受到战火蹂躏的大后方啊，特别是农村，人心还是很淳朴厚道啊，纵然没不识字，没念过书，哎，这些人民呢，他都能明理啊，他都有爱心啊，多肯呢，他自然然的见到陌生人呢，他会照顾，他会同情啊，就像此地讲的是这个大悲心，他生起来了啊，他有同情心。啊，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啊，这个恻隐之心就现在讲的同情心啊，看到人家很可怜啊，流浪啊，都会帮助他啊，见到要饭的啊，决定不会让他空手而走，总会给他一点。啊，再穷的人家里没饭吃，还有一餐饭，看到叫花子也能分一点给他，太难得了，跟现在的社会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人性嘛，啊，也就是那个时候人性还没有完全失去，不像现在，现在是失掉了啊，失掉怎么把它找回来，用什么方法找回来啊，在一切方法里面无过于佛法，无过于大乘法啊，这是真的。所以佛这是觉悟的人啊，看到这个字我们一定要晓得佛是觉悟的人，称之为佛。
具足真实智慧的人，这是佛。佛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起心动念叫慈悲心，大慈悲心呢是性德自然流露，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生烦恼了。起心动念呢就现象。所以此地无论是讲智慧是讲慈悲都是性德自然流露。这叫妙用众生有感它就起作用。众生决定是有感。所以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是真的。他现在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但是你念阿弥陀佛，他听进去了。你这里供养的佛像啊，他看，他落了眼根去了。所以是一粒耳根，永为道中。这就是他自自然然就吸收了。放在他阿赖耶识里头。作为今生后世遇佛得度的第一个业因，这是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普遍的慈悲，普观诸众生这平等心，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普。有分别，有执着，就不普了它有局限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诸众生。这个柱子是指设法界有情众生这是佛教化的对象有情众生，就是我们今天科学把这一切万事万物分为三大类动物、植物、矿物分成这三大类。有情众生呢，就是指动物实际上，植物、矿物有没有情呢？我们学了佛法之后才知道不能说没有，只是什么呢，他们的情感的表现太微弱了，那我们没有法子发现，所以说它叫无情。一直到近代日本江本博士从水试验当中才发现水是矿物在我们一般讲的是它是无生物植物动物它是生物，矿物是无是非生物居然在这个里面实验出来了，他有见闻觉知，他也有受想行识，
那么我在我们念这一句范围就扩大了。这个助众生呢，不但是动物、植物，连矿物也包括在其中。难怪《华严经》里面讲的情与无情呢，同源种质。这句话说得好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那在我们现在呢，情与无情呢同受苦难啊，就是后头两句话了，现在三有中啊，轮回受众苦。确确实实一点都没说错。有情众生受众苦。无情的山河大地，你看有地震。有洪水。现在气候变化，山河大地也受种种灾难，连天空当中的现象也在受灾难，都不正常了，学过佛的人跟一般世间人的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不一样啊。三有就是三界，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有什么呢？有因啊，有果啊，欲界里面有五欲，欲望很多，无量无边，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叫财色名食睡。只有五欲欲界有这个东西如果把财色名食睡都放下了，没有丝毫贪念的心，你的心就清净了，那么你就不住在欲界了欲界往上面去有28层天，当中有6层天是欲界，人在欲界，下面还有畜生、恶鬼、地狱都在欲界欲界有这么多东西欲没有了你就超越了到哪里呢？到色界了，色界有色也就是有物质现象没有欲财色名食睡都没有所以生到色界天不错你看欲界里面最大的苦难，人要穿衣，要吃饭色界天的人呢
他不要吃饭了，他也不需要睡觉。啊，你看财他不要了，色色是讲男女之色，他不要了，他不动心了。啊，名也不要了，吃饭也不要了，啊，睡眠也不要了，这五种他都没有了。啊，这是色界天呐。啊，如果把这些色也放下了，他在六道了，就提升到最高的境界了。啊，这是第三层，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它还有，有什么呢？有无色。啊，他住在空无当中啊，这个里头啊没有色法，色法就是色相啊，这现象啊，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物质现象没有，它有精神现象，我们一般人称它做灵界啊，它没有身体。它有灵，灵在，所以称为灵界。我们世俗人常讲，人有灵魂，身体是个躯壳，是有形象的东西，它是有生，有生当然有灭。啊，你在什么地方见到一个有生没有灭的东西？你找不到啊，有生就有灭。动物有生必定有死，植物有生一定有坏。啊，连矿物、山河大地。也有沉住坏空啊！啊，你看一个大地震，山河大地，这个形象改变了，啊，山可能倒掉了，啊，平地可能又冒起来变成山了，所以沧海桑田啊，变幻无常。这叫沉住坏空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原生的。啊，我们有情众生，有求于佛菩萨，念头才动，佛菩萨感应就现前。那我们有感，他就有应。啊，自然现前。现什么样子？不是他那边的事情，是我们这边的事情。啊，所以他视线的叫随心应量啊，啊，《楞严经》上佛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三有就是三界，啊，三界当中所有一切众生，啊，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通通都是在轮回受众苦，这叫六道。
啊，六道最初说的不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诸位要知道，佛经上讲轮回讲了很多，轮回有没有呢？真有啊！现在人不相信啊，佛说有，那不是的，佛不是强迫你相信。啊，轮回是印度古代婆罗门教所说的。啊，婆罗门教比佛教啊，至少要少，这要多一万多年呢。啊，现在世界一般宗教啊承认，在宗教里面也承认它是最早的啊，至少有8500年的历史。那佛教呢？佛教现在大家说的是2500年，婆罗门教啊要早过佛教5000年呢。啊，婆罗门教是有轮回啊，怎么知道呢？他们证明了，他们看到了，啊，亲身经历到的，这个可不是假的了。啊，他用什么方法看的？不是科学仪器，他修定。定中啊，看到这个境界啊，在佛法大乘教里面，佛常说这个定中境界叫限量境界，跟我们现在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一样，叫限量，它不是比量，比量是从理论上推测的，这叫比了比量，它是属于限量啊，就是四禅八定啊，啊，修四禅定修成功了，你就能见到色界18层天。啊，你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啊，观光旅游啊，没障碍啊。如果你能够修到四空定，你就能够去游览、参观、访问呢四空定。啊，这是天界里面最高的。谁能够修到四禅八定，他就见到，见到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人说人家不相信啊，啊，谁肯修定，谁就见到。所以印度人修定呢，风气很深，啊，得定呢也非常普遍。印度在古时候可以说是宗教之国，那些宗教的信徒都修定，不但宗教里面重视禅定，学派里头就是学术界里面也重视禅定，那么对于六道讲的就太多了嘛。啊，只要修禅定的人，他都可以做证明。啊，没错，我在定中所见的，啊，跟他所讲的是一样的。啊，他讲的没错误，这就不是假的了。啊，
现在欧美的人对于轮回是越来越相信了。啊，什么原因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欧美心理医生呢特别多。啊，这些心理医生，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肯定是为那些病人呢，那些病人就是不是生理上有病，心理上有病，要找心理医生，身心不安稳啊！啊，心理医生治疗的方法，现在趋向于催眠。啊，让你催眠，催眠到过去生，啊，前世，在前世，让你自己说出来，啊，他问你，你自己回答，人家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等到你醒过来之后，放给你自己听，是你自己说的，说出你前生前世啊，啊，前世还有前世啊。我看到有个例子的报告，啊，他催眠到100多世之前，啊，距离现在4000多年。啊，他能够说出4000年前那个时候的样子，生活状况。啊，4000多年没法子调查了。啊，但是一般把他催眠到前世，啊，在前世，啊，可能就是20世纪初的人，19世纪的人。啊，那个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很多他所讲的东西，啊，比如说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那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啊，那个时候用的什么钱币，啊，他都能说出来，啊，那我们到博物馆去查证，啊，真的那个时代确确实实是他讲过的钱币，啊，还有他居住的地方。啊，到那个地方啊，去打听。啊，在过去世有没有这个人？啊，有很多这个户口档案里面查到几十年前、100多年前那个记载里头真有。啊，是有这么一个人。什么时候出生的，什么时候死亡的，跟他讲的一样。所以说越来越相信了。哎，这个不是假的。啊，那么也就是轮回也受重苦啊，那没法子出去啊。啊，出不了六道轮回。过去有同修啊，找到美国有个卫斯医生，他写了4本书啊，也就是在他自己几十年当中啊，用催眠术啊，发现许许多多啊与轮回与过去生中有关系的这种案例，他把它记载下来，写成4本书，前世今生啊，啊，这4本书我都看过，啊，我把它这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把它揭露出来，
四本太多了，揭露出来，写成文字，文字多半是它的原文，从原文揭露。我找一个同学，把这些揭露的文字念出来，做成一个光碟，为师四书借要，我们这个道场有流通，你们诸位拿一篇回家去看看，外国的轮回，是科学实验里面得到的结论，它可不是假的。我们在澳洲，我们道场有个同修，他读到这些书，特地到美国，去找这个催眠书，想让人家催眠，看看自己前身是怎么回事情。他到美国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卫斯医生？哎呀，比卫斯高明多的人好多啊。这卫斯为什么那么出名呢？因为他出书了，这样出名的，实际上比他高明的人很多。我说你有没有找他们做啊？有。他还没有把他前世的事情告诉我。所以人呢，有过去式啊。有过去式当然就有未来式啊。只要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在轮回里面生生世世的受报啊。你的心善良，你这一生行为善良，往上升了。如果思想言行都不善，那你就往下坠落。佛跟我们讲，设法界的业因，你造什么样的业，你在哪一道受报，六道里面最高的是天道，那我们晓得天道要修什么样的业因呢？上品十善，还要加，加什么呢？加四禅八定，你才能到色界无色界，无色界四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所以上面呢22层天的要修四禅八定，下面欲界有6层天不必修禅定，就上品十善，还要加上呢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叫慈悲喜舍，你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升到色界的这个欲界的6层天。那么通常绝大多数，都是升到忉利天，忉利天是欲界第二层，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忉利天，那是一点定功都没有，如果有一点定功，那个定功，不足以生初禅，就初禅以下的，那他就能够生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都是欲界。佛告诉我们，只要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纵然生到无色界，非想非非想出天，寿命八万大劫，还是在受轮回苦。为什么出不去？你到达了出去的边缘，但是走不出去。走不出去，时间到了。你定功失掉了。你以前所做的那些善不善业，它又起现行。还是要受报啊。这才叫真苦啊。这是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众苦的根本。谁能救我们呢？下面一首偈就说出来了。唯除真等觉，具得尊导师，一切诸天人无能救护者。这句话很重要。谁能救我？唯有，除非是真等觉。这个经文是寄送像中国的诗歌一样，五言的偈颂，它一句是五个字，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真等觉了，上面还要加上无上真等正觉。无上真等正觉是诸佛如来。这就说明，除非是诸佛如来。下面就把这个解释就证实了。你看，具得尊导师。